乱乱说。是飞机，你乱乱说。你说那个是飞机啦？对啊，他有留那个长尾巴。哇！啊，去那里洗干净，那里有水。啊，然后今天你要在这里洗澡哦。嗯、啊。不行啦。今天依依在这里洗澡哦。为什么表现尿尿一样？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水，还喷的到处都是。哦，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。很聪明的做法。啊，上面怎么有蓝色跟红色？哦，上面这个是热水器啊。热水器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洗澡的时候才有热水，不然水会冰冰的啊。如果蓝色就是冷水，红色就是什么水？就是汽水吗？啊，用汽水洗澡啊！羞羞的。用红色就是羞羞的，呜、哦，很羞这样，呜、哦。还有弯弯的。对呀、啊，好，洗好了好吗？有干净的吗？啊，衣服脱掉，在这里洗澡喽。啊，你就在那里泡澡哦。你在这个桶子泡澡哦，桶子里面泡澡。对呀、啊。不行啦、啊。夏天来这里玩水很好不好？